哦，还是铁跟那个蓝料是不是？这个就用这个运输的方式。哎，那今天先可能先讲一下那个啊，木炭作坊一样也蛮重要的啊。啊，今天可能会先讲这个吧，自产补一下，自产补完，然后点这个。应该做一个升级哦。原始利用哎，啊，哎，还有一个定裂空间。AI 是铁不足吗？再把它升起来，啊，这边12月10号2点，今天手游就到这里嘿，然后，其实我们这么缺铁的话，为什么不要直接去找铁就好了？对，好。这边一座，都去一下。演奏一些角色，小关是吧？OK，这么快，升这个。